大家好，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wait from like direction 当前这个节点。当前这个节点呢，它是和我们上节课讲过的 wait from light 当前这个节点是类似的，只不过呢，当前我们这个节点呢是不需要我们来连接这个灯光信息的。好了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节点是如何操作的。首先呢，咱们新建一个场景，还是咱们要在这个场景内呢来建立一个球体，创建一个平面，然后咱们为场景呢创建一个灯光，五键显示投影。好了，咱们在这个渲染设置下呢，要为它做一些基本的这个设置。看一下，在 Control 下，我们找到 Customer Shader，勾选当前这个选项，连接我们这个常规 function，再连接一个 function。好了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了，然后呢，我们为当前这个材质呢来添加我们当前的这个节点，我们要创建的这个节点，在这个这个位置啊，我们添加当前我们要最后要添加的 wait from color direction 当前这个节点。好了，看一下当前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前我们这个 wait color 这个比较一下当前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个 wait from color 就是 wait from light 当前这个点和我们这个 wait from light direction 当前这个节点。看一下前面三个选项呢都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最后一个选项看一下它用的是三个轴向 x、y 和 z，对吧？当前也就是说，它这个灯光呢是通过这个数值呢来进行调整的，而不是用灯光呢来进行计算的。好了，咱们现在呢改变一下它的颜色，选一个红色吧。然后呢，宽度0.5，然后呢这个是0.1。好了，然后呢咱们还需要改变一下当前它的这个数值。现在呢咱们来选一张，看一下。当前呢，它显示的是一个什么？显示的是一个什么轴啊？咱们可以看一下，找到当前这个节点啊。好了，看一下，它当前显示的是一个负的 z 轴，对吧？负 z 轴，也就是咱们当前右边的这个方向。现在呢，我想给它改变一下这个方向，我把这个保存一下，改成一个一。我现在想给它改成一个负 x 轴，负的。好了，咱们再渲染。好了，看一下，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。看一下，一个是左，一个是右，像这样的一个变化。这个呢，就是咱们当前的这个节点，它是用这个数值呢来进行调整的，而不是用什么？用这个灯光这个连接，灯光连接像这样的一个调整。好了，这个呢，就是咱们当前这个 wait from color direction 当前这个节点。好了，咱们这节课呢先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